多谢张兰爸替我这个囝婿设想啊，但不过就是因为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所以今仔日我是特别来感谢你，来报答你的恩情。这全部拢是永信医院 VIP 病人的病历，张兰爸，请你看卖啊。有什么问题？我是不了解这些病例，内底人嘛是真的，也嘛是真的，也毋过，那全部人做伙了，就拢变作假啊！我听不你伫个讲啥，马上就要开会啊，请你出去。听无啊？无要紧，那呢我就直讲。这所有的病例，全部拢是真的假病例。这是要用来替遐富二代逃避兵役，替遐罪犯保外就医。而且，伫咧后壁操盘的人就是你，永信医院的董事王世昌。唔呐呢哦，你甚至搁做中间人。介绍遐个 VIP 去大陆，还佫中央一挂小国家买卖器官。王世昌，我若是把这些资料全部拢公布出来，你的名声、你退休金，这个小可代志。你若是吃了官司，犯法坐监，这台词就大条啊！你想要安怎？你有什么条件？我喺你伫咧较等诶，当事会上宣布你要退休，然后支持我来接你诶位置来做董事。你这个条件也无算伤超过啦。只是我想要问你，你这资料是对来？这不是重点，病历会当做假的，这资料嘛是会当做假的。你用假的资料去做证据，我是惊你想要伫这个会议做男主角，颠倒啊变成小丑啊！你即卖讲这话，甲到吓惊，就代表这个资料绝对拢是真的。王董事，多谢你的认真。哈哈哈！哈，哎，严师讲的果然无唔对啦。伊甲我警告过的话啊，一项一项拢实现啊。张正浩，你唔哪甲吴嘉文斗阵要算计阮王家的产业，你佫甲罗安娜强要要害我。我的资料拢储存伫我的电脑内底，我电脑的密码。就敢若我跟安娜知影尔。王世昌，我是认为你要好好提升一下你的科技知识。但不过是一个电脑密码尔，敢有必要去出卖自己的家产物作？安尼伤晦气啊啦！我一直认为你跟安娜是真袂合，两个不是针锋相对，就是常常伫个互相扭后脚。原来啊，这一切拢是恁伫咧博弈。你甲安娜是啥物时阵开始合作的？王世昌，我若是你吼，我会较关心即马拄着的危机，毋是过去发生的代志。好，你讲得真有道理。那呢，咱就来讲解决危机的办法。我会当帮你一条生路，只要你离开延禧，走愈远愈好。永远莫阁甲伊联络，让伊彻底对伊死心。王世昌，你敢知影你即摆特别咧讲啥？延禧唔肯甲伊离婚，
只要你失踪够久，伊自然就不得不放弃。到时阵啊，伊只要出面诉请离婚，办离婚手续，你慢慢出面，省事阁方便，皆大欢喜。爸，我是认为你真正应该退休啊呢，你的头壳已经无啥清楚啊呢。即马是我抓到你的空棒呢，那颠倒你甲我讲条件啊？王志雄，我已经把这所有资料拢已经准备好啊，较等下所有档事拢会一人一份啊。资料。对，拢在这。蔡主任，我感觉真好奇，张正浩是予你什么好处？你甘愿随着他起舞？黄堂主，你莫想要用两三倍哩，甲我买收哦。就算是一百倍、一千倍，我嘛袂动摇啊。我蔡宗仁毋是迄种唯利是图的人，我有理智，我有头壳，我有个思考。一摆，我完全是予张医师高尚的人格感动，才会无小人予大家帮伊。哈哈你笑啥？不不不，蔡主任，多谢你替我缓和这个会议室的气氛。我这么感觉哦，你做急诊室的主任真正无唔对呢，因为你的笑话会当消毒急诊病人的紧张啊。你搁笑啊？搁差不多半点钟就要开会啊，咱搁等下所有同事入来，一个一个看这资料了，看你敢搁笑会出来。张正浩。我拄则提出迄个条件，叫你离开延禧，迄是我知影。等下当选人击败啊，伊要处理的人唔是我，颠倒是你。还佫有，即个有情有义的蔡主任，啥物意思啊？敢讲董事会已经知影这违法的代志哦？嗯，那是安尼。是讲，所有的同事拢是共犯。蔡主任，你果然很有慧根，你拢跳舞。哈哈哈！你连敌人伫个倒位拢分袂清楚，啊，枪支那拍会准啦？真是，王老师，你来阮公耍笑对无？永信医院早都不是单纯的病医啊，里边只是小小一个功能，应该叫做永信控股集团。咱服务遐 VIP 很方便，为着是啥？当然是每一个当事的生理甲事业，这真明显就是利益交换。原来是安尼哦。王堂主，多谢你的自曝内幕，替我指点迷津。那呢，我得愈清楚，我搁刷落来要安怎做啊？我会把这件代志搁补较大个，我相关的单位来追查，永信医院规个董事会改善。对对对，哈哈哈！好办法。好办法，你赶紧走啊！我政府会送你一块人民英雄的金牌，我给你挂保证。董事会每一个人拢会全力配合政府相关单位的调查，每项资料查到最后，拢敢来查到三个字，都三个字啊！罗安呐。罗安娜确实永信医院的病患资料违法买卖，咱病院嘛是受害者。爱感谢政府相关单位替咱揪出不法，
保障病医的权益。你早就做好妥善的准备，要让阮哪来排黑锅？这不是做坏代志，应该有的基本准备。洪世雄，今晚我要问你，你敢有做好妥善的准备？我无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代志啊。张正浩，你应该无详细看过遐资料。这资料是安怎？张正浩，刚讲你无注意到，内面遐 VIP 病患都是啥物款的人？有钱有势，迄拢免讲啊。佮有真正是恶势力，你即摆查到因的根底，因敢唔还敢到就放你耍？啥物？知影比别人上危险，张正浩，我看在，你别叫过我几声，包白混凶，我提醒你。包包款款的，花金多命。王当初讲的是真的，我拄才看这 VIP 的资料啊，伊的背景一个比一个互人偷大啦，实在是抓袂起呢。我看，阮先莫听人这马蜂窝好啊，好。小崇文，你莫这么简单就去王世雄讲几句话就吓惊着。我就唔信这贵阳新医院当初拢在做这种垃圾的代志。无紧啦，咱即马来等等来开会。我等下所有同事来了，想讲话当更加大声。哈哈，真好。人讲小赌怡情，大赌兴家。张正浩，你敢真是要跟我搏一赌？一定是林志文最伤心失志的，大刚都在门前顶哭，伊就是扶不起的阿斗，无路用的查甫人。张红姐，你爱较细腻啦，参像这款查甫吼，连家己的囡仔拢有法度下手，这已经不是人啊，是真心啦。是讲我带你去会议室的时阵，看到王妈张正浩跟王当初，你表情拢足奇怪。啊，这时阵桌顶就是藏这份资料啊，五字天书拢有圣门正堂盖啊，那你买条到哪条看买一下，看这下底跟我上面北面跟的比。我要跟你离婚。啊，既然要离婚，咱大家就离吧。你既然应该这么紧，你跟吴嘉文是不是你计划是？你既然安尼讲，那安尼哦，咱就卖离，看什么人较痛苦。英大记者想要挖独家头条。明仔下晡三点，永信医院边仔第七停车场八号停车格有资料，一个人来。李小姐，你主要什么代志？俊男，我今麦伫要熟识人的车顶，我今麦要害死啊！我不准你批评阮兜的人，我就是要批评啦！而且我搁要动手咬死你嘞！你竟然敢碰我？有啥物唔敢？我当初应该把代志拢压压出来，那你就无机会安尼糟蹋人家所有的人。你给我滚！放手！叫因两个搞一路回事嘞。好。志玲，志文，赶快出去。请。你。